这里回望历史。拍电影要上对得起祖先，下不误后代。春雷锋也是一件很酷的事儿。在这里收获果实。我应该感谢大家。少数民族的文艺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资源。作为一个平台呢，既能容纳所有，也可以容纳民营。是为了明天从这里启程。再到外面去实践，我们也在看世界。文化试点，7月2日至8日，和您一起启程。他们来自不同的少数民族，土家族、西藏的洛巴族、朝鲜蒙古族的回族、黑裔，他们在这里汇聚一堂。第四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刚刚落下了帷幕，他们将带来怎样的精彩表演？敬请关注文化试点，最美民族风。钱卖吗？他说不，2块钱我给你。哎，对，差不多这个意思。帕瓦罗蒂的声音还要高5度。王莹，那今天呢依然是我跟潘志涛老师哈、在我们的文化试点当中，把第四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当中非常精彩的一些民族的语言和民族的歌舞带给大家，对，看到这种原生态和自然的融合哈。那今天咱们继续在少数民族这各种奇葩当中寻找那最独特的一个，对，哎，我们接下来将会走进的是朝鲜族、哦、哎，我们来看看朝鲜族的小伙子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他们对于生活美好的向往。这次我们第四届少数民族文艺
汇演当中，这个朝鲜族的一个原生的民族歌舞，叫做《放歌长白山》。那这是刚才的那个片段哈、啊，叫做《尔西谷》的编导，也是这一次《放歌长白山》的副总导演金基女士，欢迎您，金女士。反正我是看到刚才这个尔西谷的这段表演哈，我是特别惊讶，因为我平常好像看这种长鼓哈、啊、是女孩子们打的，对呀、啊，我第一次看到男孩子打这个。我们也就是习惯都是看的女孩打的可好了。历来都是我们这个长鼓呢是女孩子来跳舞，刚开始这个创建这个舞蹈的时候呢，刚开始也是一个男子的一个长鼓舞。那么这次呢，就是为了参加这个少数民族这个汇演呢，我们又加了一个相貌。就等于相貌舞加长鼓舞、以前是就是这个两个舞蹈呢，这个表现形式是分的，就是相貌舞。对的。那我们潘教授是更清楚的啊，就是一个是相貌舞，就是历来都是长鼓舞这样分着，就是表现形式就一直是这么传下来的。朝鲜族舞在所有的民族的舞蹈里头，应该是比较难掌握的。除了他们自己跳得好以外，别的人就甭想跳好。难度在哪儿啊？他那个节奏啊，和他的身体的那个整个的内涵呐、啊，包括舞姿啊，都有他独特的那种把握。尤其是他那节奏啊，非常丰富多彩。你看他那个刚才那个鼓长鼓打的，是吧？那个非常能催人有一种激情产生。而且我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我会觉得这个相貌舞加上长鼓舞这种融合特别难，因为它的这个律动是不一样的。对的，它长鼓舞它是一种节奏，你就是看出来了，是吧？相貌它又是一种，它是三种不同的动律。对，那三种三个协调。打鼓是一个本身的一个习惯了。跳舞它肯定随着这个它有一个身体的动律，但是你这个相貌让它转起来，它是另外一个动力。我们来一个小伙子，让我们感受一下这三种动力在一个时间段当中产生。对呀、啊。我们那主跳。哦。我们离他远一点。他的舞蹈会震到我们。啊。哦。他还表现得这么得意啊，对，还这么洋洋的，好像很轻松的样子。哦，就是，这就是。非常高的技术技巧，但是我觉得这背后一定下了很多很多苦功，他们肯定流了不少汗水。我们演员呢，刚开始这个跳长鼓的时候也是，他一边敲鼓一边做动作，对，这个两个协调已经是有很高难度难度了。以前我们跳长鼓呢，都是用录音把那个鼓点都敲完了以后用录音来放、啊、演员在台上是表演，而以表演为主的。但是呢，这次我们就突破在这里，就是一边敲鼓一边做动作，在现场敲。我能问一下，这相貌舞哈、啊，单独拎出来是他们跳舞，但是这个三个，这个一个是舞蹈，一个是又是敲鼓，一个是相貌，这个三个协调，这是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就解决了。所以呢，他们刚开始演员，老师这个能行吗？能可有可能性吗？这个三个就行。传统，原生态，基本上就是农乐舞，也就是说，丰收了，大家在场院里头啊，有的是专门打击乐的。有人专门是跳舞的，有人专门是打长鼓的，那个相貌是专门有一批人到快要高潮了，啪出来了就开始干，就光是玩这个啊。现在把这个三个活搁在一块儿了，那它的难度就加强了。我觉得更大的难度是你有这个创意，就是在传统的基础上，我们既能够想到它是一个宝贵的财富。啊，遗存性。你若要在这个财富当中有新的想法和有新的难度的时候，这个走出这一步不大容易。没错，就有点像我们艺术当中不断的在嫁接，我们不断的在桃树当中嫁接梨树，可能嫁接其他的一些梅花，还能被我们大家接受，还能被接受，还是很漂亮的，很美丽的。对，当然这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在长鼓和相貌舞的融合当中，我们在不断的进行创新。但实际上说到朝鲜族的舞蹈哈，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潘老师一定特别熟悉，就是那顶水舞。因为说朝鲜族的妇女，她们好像。就是挑水，对，生活当中、就是、盛水舀水就是用头顶着 的，但是他也给他艺术化，哎，把它上升成一个艺术的节目的时候，哎，他那个女孩就变得跟水一样的完美了。我们就来看看像水一样完美的跳着顶水舞的女孩慢慢的向我们走过来。
站在这样的如水当中，我觉得自己都像水一样的温柔了哈。那我们要介绍一下，站在我旁边的是我们这个舞蹈顶水舞的编导金荣华老师，欢迎金老师。主持人好，金老师你好，金老师你好。刚才这段舞把我们的心都跳醉了哈，特别的温柔。同时呢，当这个泉水轻轻的从这个瓶罐当中倒出来的时候，我们突然间发现这个精湛的舞蹈，他们有多少功力在里面，让我顶着都已经很难了，就更别提还在地上转，还用这样的方式让裙摆飞扬起来。这个潘老师评价一下，朝鲜族啊，就是让你感觉到跟他的服装、跟他的音乐、跟他的那个少女的那个心。生活的习惯全和谐一致，都像水一样的这样的完美。这是一个从老百姓的舞蹈里头逐渐的升华成一个艺术的舞蹈。哎，过去的比如老百姓那种水顶的搬运是什么样的呀？原生态的是什么样的？原生态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已经水罐开始就有变化，那时候那顶的是瓦罐。哦，哎对，我们现在做了一些光学的处理，对，做了一下处理，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垫圈呢，以前呢，艺术化，现在呢就把它艺术化了。其实这三个颜色呢，是我们典型的一种朝鲜族的象征色，哎，就是朝鲜族的服装都由这几种颜色，它变成花环了，完了，可以戴在头上，哦，漂亮，漂亮，但是你像维吾尔族，我也可以拄着罐子。他这个编导呢，我就觉得非常有心啊，他给你看见水了吧，啊，真的给你倒出来了，你就可以看出舞蹈就是没有一点点可以玩，做不了假的虚假，而且他有了水以后，他才开始转圈，你发现没有？是的。那你做观众来说的话，顶了一个有水的罐，然后还转得那么好，而且是这么纤细的脖颈啊，这么柔弱的脸庞，是，还有两个女孩呢，是跪的。有顶的，然后转一圈，然后到最后是全体一块啊转的时候，你就怕这个水啊泼出来了，对吧？哎呦，这个用心良苦，也就是说高潮一个跟着一个的往上顶。所以足见他们的功力有多好。你们都练了多久这样的顶水舞？一年左右。一年左右，难吗？你觉得就会很累吗？就是每天练是技巧。对。对，你是朝鲜族的姑娘 是吗？你们朝鲜族他们原来他们的妈妈奶奶平时就是拿的这个，就是这样吗？可是等他们出生的时候，他们就不这样了。其实可以在他们的这样对于舞蹈的热爱当中看到，他们也特别希望把这种传统的这种生活的习惯延续下去。就是可能在你出生时候没有看到爸爸妈妈或者看到妈妈奶奶在顶着这个罐儿了，但将来如果是他们的孩子，哎，说我的妈妈可以把这样朝鲜族的传统延续下来，哎，那我也要跟妈妈学，让这种文化能够源源不断地流出来。所以我说他们身上都体现的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一种气质啊，一种像水一样的这种能够兼容的、能够和谐的这种完美。对，而说到我们56个民族56枝花哈，每一朵花其实都会有特别奇异的色彩。对，这是大家看到温柔如水的部分。我们还有啊，从草原上走过来那种雄壮和开阔。这样吧，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辽阔歌声。好好太好了。
感觉到了呼伦贝尔大雪原当中传来的那种风雪的声音，还有那种辽阔的声音哈。在在我旁边的呢，就是这一次呼伦贝尔大雪原歌舞诗剧的策划人、出品人糯米先生，欢迎您，先生。院长嘛，糯米院长。糯米院长，欢迎。哎，刚才他们所表现的这段那蒙古族艳歌，叫草原艳歌。哦，什么场景当中会出现这样的舞蹈？在呼伦贝尔啊，它有一个举办艳歌是不需要旅游的，只要草原上啊就。比如这个男婚女嫁，亲朋好友来访，当然也包括我们，有的时候这个草原上为一个村女的这个如期而至，比如为这个我们的这个甚至一个小牛犊子或者小羊羔子下，就凡是有值得庆贺的事儿、出现，都会有出现这样的宴歌啊，欢庆的场面，喜庆的场面。他们刚才你看没有几个人、你就会觉得你已经在一望无际的那大草原上面。对，是的。马头琴是一个因素，没错。好，而且好像这个马头琴跟我们过去所看到传统的马头琴不太一样。这个马头琴是经过改编和创造了的。哦，是。有什么特点啊？它这个马头琴，这个肯定是包括琴箱啊、琴弓啊，包括它的，这个琴，整个这个琴弦、琴弓都进行了改革。那么最早他就是用这个草原上的这个自制的，你比如他的马尾，他的牛筋，用这样最原始的这样一个东西来创造。那么现在他经过了很多年的这个演变改革，已经发展了现在表现力很强的一种乐器。对，他的声音还是很特殊。啊，因为我们知道马头琴那个故事嘛，它其实是一个马和一个人的那种情感的故事，所以因为主人失去了这匹心爱的马，所以你看马头琴出来的声音都特别如泣如诉，是主人在哭的感觉。是。但我刚才所听到的马头琴好像没有那么忧伤哈，音域上拓展了一些，对，是不是跟那个改造有一点关系？这个是相当有关系的，它的表现力都得了很多扩展，宽广了，对，强有力了，强有力了。弦是不是做过什么处理、啊？这个弦现在用的是弦了，这已经是极发展的那个东西了，它所以音箱啊。在这个琴弓啊、琴弦都有很多的发展，对，所以他是表现力特别强。我觉得这个小伙子他刚才那个表现特别有特点，这是传统的那个呼麦吗？就是这个嗓子当中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部，对呀，这呼麦声音多好啊，迷人极了。是，呼麦是蒙古族的一种传统的这个喉音艺术，他在一个人在同时啊，可以发出两到三个声部，这个表现力很强，也是这个我们蒙古族很传统古老的一种表达形式，哎。我应该是学声音出身，如果是主持人的话，应该是我们学过声音的专业训练。但我觉得这个一个不可思议，对啊，这么小的一个声带里头出两到三个以上，出两到三个声音，而且是高中低都有，特别不容易。能跟我们现场来一小段吗？我先来段低音，啊，低音啊。好，你能想象这是人的身体发出来的吗？我觉得真的像经过电子处理之后的声音。越到后头越渐入佳境哈。这得练多长时间才能练成这样？我练了将近有四年。四年了。每天在家里或者对着大草原就这样练是吗？对，是每个练了就能够出得来，还是非得有一定的条件呢？这个。也不是说是有条件，这个是就是你刻苦特别辛苦这个练这样。我就怕那主持他不是搞声音的吗？我也有这兴趣想去练练。就是别带我练完了以后他出不了这声。嗓子唱破了。哎，我觉得除了呼麦之外，好像在蒙古族还有一种叫呼嚎的，好像跟呼麦是不是？这个呼嚎是达斡尔民族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在呼伦贝尔大学这个剧目里面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章节叫达斡尔呼嚎。那么达斡尔呼嚎是我们达斡尔民歌在舞蹈、鲁日歌的等等这样的表现形式中的一种基本常用的衬词。就它跟呼麦是没有关系的，它没有关系，另外是没有关系的，独立之啊，没有关系的。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特点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一般在其他民族的民歌里面都有衬词，
那么在达斡尔民歌里面，这差不多有上百种衬词。那么在达衬词就是我们通常的汉族的诺耶耶啊，什么这个我们汉族的雅和优啊、伊和优啊，基本就是这样的一个表现形式。呼声，但是达斡尔族的声音，那达斡尔这个衬词上百种，特别是在这个作品里面呢，我们编导何燕你呢，集中了达斡尔这个他扎几十个这个呼号衬词，集中了一个作品里面，充分表达通过衬词这样无言的歌词，表达了我们达斡尔民族对生活之美、生命之美。大家想不想听听在一段旋律当中几百种呼号，上百种衬词能够表达的这样的一种呼号，而且我们现场表演一下。而且这个呼号在表现的时候还会通过和声这样的形式表达，不仅是单声部的，实际上在生活中就是单声部的，但我们通过这个作品想更加浓烈的表达出他这种情绪，我们通过多声的这个衬词来表达这个，又是在原生态上进行了创新。对对对，是这样。我们来一起听一听多声部的几百种衬词的呼号。好潘老师喜得多高兴啊！中华民族是个大家庭，少数民族的文艺是整个中华民族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家都要把最好的东西拿，最有民族特色的东西拿出来。在这里回望历史，拍电影要上对得起祖先，下不误后代，吹雷锋也是一件很酷的事儿。在这里收获果实，我应该感谢大家。少数民族的文艺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资源，作为一个平台呢，既能容纳国有，也可以容纳民营，是为了明天从这里启程，再到外面去实践，我们也在看世界。文化试点，7月2日至8日，和您一起启程。他们来自不同的少数民族，土家族当的罗巴族，朝鲜族，蒙古族的回族，黑裔。他们在这里汇聚一堂。第四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刚刚落下了帷幕。他们将带来怎样的精彩表演？敬请关注《文化试点》，最美民族风。
久了都不愿意让他们停止下来，是多么希望时间能够慢慢的流长下去，让我们能够多欣赏一会儿。没错。嗯，刚才我在底下跟那个我们的蒙古族的姑娘一起聊天，她就特别说，刚才那个呼号的表演啊，对，其实是达斡尔族他们民间歌舞当中的一种，叫做鲁日格勒。就到现在你去达斡尔族啊，都能够看到，无论是老奶奶还是小朋友，哎，他们都会唱这样的歌。现在的创作的作品啊，它源于这个生活的，是源于老百姓创作出来的这种像又像游戏又像这种对歌的那种形式，嗯，这种衬词的这种状态，它把它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艺术作品，嗯，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而充分的表达了在艺术当中的一种追求和创新。对，它就是一个艺术作品了。对啊，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到舞台上的艺术精品，这期间所有的距离，我们在这个文化试点的舞台上真的见证了哈。那稍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宁夏回族自治区回族的那些歌舞当中又带来了什么样美妙的创新和创作。哦、他们作品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做花儿。哦、一起来看花儿的开放。在这样的优美的舞蹈当中感受到缠绵悱恻的爱情了呢？哎呀，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受到非常的沉醉哈、啊！我看到我们观众席上那些少男少女的痴情的目光了，我们都被打动了。好了，赶快介绍一下在我们身边的，就是这次这个回族歌舞剧《花儿》的出品人，也是主创之一范进国老师，欢迎您。
那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身边的这两位非常优秀的演员吧。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马谦呢是我们这个花儿舞剧的一号女主角，长得跟花儿似的，对呀啊。旁边这位男演员呢叫松彦国，是我们的这个舞剧的男主人公，对，松彦国，对。而且这个花儿好像啊，不仅仅是女主人公的名字，她叫花儿，好像她有一语三关之意，对，她又是主人公的名堂，又是一个回族的独特的唱腔，对，这个花儿呢是流传民歌的一种载体，嗯，同时又是这个舞剧的名字，对对对，也是这个女主人公的名字。但我们想问一下，这个舞剧当中就是传统的民族性的和现代之间的连接在哪儿？这个呢，这部舞剧一开始在前期创作呢，这个我们就请的我国著名编导家就是张继刚先生，谭老师的学生，谭老师学生，对对对，作曲呢请的我国著名音乐人那个赵继平老师。那么当时在这个民族和这个传统原生态的结合上呢，两位著就是作曲家和编导呢，像张继刚导演呢去宁夏去了七次，赵老师为创作这部舞剧呢去宁夏去了三次，都是由我亲自陪到宁夏的南部山区，就是我们花儿的这个故乡，就是西海固，去那儿在那儿住了三天，专门在一些原生态的花儿歌手家呢，我们吃住在一起听他们给我们演唱。为什么能写这么好的音乐呢？我觉得这些作曲家呢，他们就刚才谈这个我们这个音乐源自生活，而且他们在深入到我们宁夏，就是说是最基层的地方，就是我们花儿原生态的地方，就是我们回族居住的地方，住了三天，我们在听这个原生态花儿歌手在唱，他们通过这种最现实的包括到这个最原始的这个原生态的歌唱呢，才能写出这么好的作品来。而且舞蹈才会跟音乐这么好的融合。对，因为舞剧呢，音乐是舞剧的灵魂，所以说没有好的音乐呢，呈现不出来这么好的舞剧。对，在刚才那个爱情双人舞当中，有哪些是就是回族特有的一个舞蹈表达形式啊？有没有就是回族自己的舞蹈语言？这个双人舞里面体现的主要是爱情的片段。在这个舞剧里面，有一些群舞的片段是有很多回族舞蹈元素。那你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让我们看看啊？哪些是回族舞蹈元素？回族的。我这个回族舞蹈元素呢，只要有一些我们回族地区的，就是什么碎白头、碎白头、什么踏脚舞、平碗花啊，这些都。来，我们挨个来展示一下。我先展示一下碎板头和屈身步结合在一起。这个动作还融合了一个，这个动作体现在我们舞剧《花儿的金色汤瓶》片段中。还有一个回族的洗手、洗礼、洗手的礼仪融合在一起。太美了！对，特别好。这个是我们回族地区呢，回族地区就是老百姓群众的最常用的一种生活的一个用具，洗手也好，喝也好，还是其他的用途也好，都离不开这个汤那这放在舞蹈当中怎么用啊？这个也是金色汤瓶里面的动作，在复兴之路里头有一段，正好我跟他们也是一个合作。那您可以跟那个小姑娘一起来嘛。我们欢迎潘老师和美女的一起合作哈。潘老师洗得多高兴啊。好，我也得晃头，也得来两下。哎呦，真的很美啊！这是特有的民族习惯，到现在还依然在舞蹈当中有所展现。应该说，他们从原域生活到这个高域生活的这个过程当中，那都是几十年，甚至半个世纪都过去了啊，将近一个世纪吧。最早，他们回族的舞蹈应该说比较少，挖掘出来的变成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花儿与少年》，就是张明星老师那个作品。对，于是他这里头的晃头和里头的脸，对，噔噔噔噔噔噔啊，就这样的，于是他就变成了现在回族舞蹈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动力和一个动作。
于是发展到有歌舞剧，有舞剧，有独舞，那这个民族的艺术真是有了一个非常的显著的发展啊。经过了这么多人，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以后，它就成了我们民族的新的形象。男子有没有独特的一些就回族的舞蹈语汇啊？拍菜步就相当于是生活当中最常用的，拿蛋去卖菜。卖菜哎，这样去卖菜，菜能多卖很多钱啊！但是菜没了，都放走了。还有那个踏脚舞呢，因为很有特点，我们来试一下。它踏脚舞是应该现在是属于一种竞技吧，就是运动会啊，一种竞技，就是脚的对踏，哎，就是我踩你，你踩我，一种竞技竞赛，就有点生活的乐趣在里面，对，有游戏性。有一种运动的一个演绎，成为一个舞蹈作品。对啊，真的，我觉得少数民族的人民特别的欢乐，他们能够把很多生活的细节变成艺术，然后通过艺术的保留，让这种生活也保留下去。真的特别谢谢各位带给我们这么精彩的舞蹈，谢谢范老师，辛苦了，辛苦了，谢谢，谢谢。我觉得今天啊，真是一场少数民族歌舞的盛宴哈！我们通过这样的歌舞，好像回到了那山、那水、那田、那林，感受了那样的清风。而今天这样的清风吹到我们的舞台上的时候，就变成艺术之花了。所以下面呢，我们特别请到了国家民委的副主任戴珠王温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次我们的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当中亮点在哪儿，有哪些不同哈？欢迎戴珠主任。这次的这个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可以说，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这个各个地方都高度的重视，就大家特别踊跃参加。党委政府高度的重视，对，得选出来当地最好的精品，选出最好的节目来。对，同时呢，要投入，因为这个文艺汇演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呢，很大特点要展示各个民族的风采。对，展示各个民族的文艺的这个面貌。对，所以呢，大家都要在这些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同时呢，这个文艺汇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要传承啊，是吧？民族舞蹈，刚才我们看到的花儿，它也需要传承，是吧？像蒙古族的、达斡尔族的这些舞蹈形式也需要传承。对，实际上这个舞蹈本身，它最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核心的价值也在于传承。嗯，因为我们不仅仅只有当地人会跳这样的舞蹈，唱这样的歌，全国人民都了解之后，就会变成我们所有中国人的，变成全体的符号。对，中华民族一种文化符号。所以呢，另外一个呢，我们在这次这个组织工作中间呢，突出了这么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一次没有特别的大腕，你看，没有特别的大腕，就没有请那个大腕，好多都是从当地找来的普通的，就是民农民或者是这个县里面的、州里边的一些演出团体，明星大腕的基本上看不到了。当然，这个对我们来说组织工作也有难度，对，明星大腕要抢眼球啊，吸引眼球啊，这个少一些。他们都是未来的大腕，您在培育大腕。这个就是要我们要想的呢，就是出新人、出新作。把更多的机会让给这些成长过的人，这好的节目其实真的是一个好的土地，能够孕育出来这样非常好的演员。对对对对，所以节目都得是过硬的才行。对对对，另外一个呢，我们突出四信或四新。怎么四信呢？就是新人、新作、新形式、新水平，这是四信。创新就是要我们刚才看到了很多创新，好多旧的节目都没有，就是全都是这个第三届文艺汇演以后创作的作品。没错，就像相貌舞跟长鼓舞结合这样的方式。这我可以作证，很大的，我是见证人，潘老师见证人。第三届我也全部都看了。四新就是要突出他的思想性，对，艺术性，对，民族性，对，和时代性。好，可以说这个四新啊，也是我们遴选节目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评价这些节目的一个基本原则。好，另外一个呢，我们一个亮点呢，就是这次我们专门的创作的这个主题曲啊，我们共同的家创作一个主题曲，原来题目起得好，我们共同的家，最后一个节目就是对我们好。
大概是这么个情况。那我特别想问您，您觉得这样的汇演哈、啊，能够对我们少数民族文化的这种保留和传承，在多大程度上起到推动和保护的作用？因为这个文艺汇演全国是5年一次，而各省区也在做相应的工作。在这个5年的过程中呢，好多省区都在自己的省区进行了文艺汇演。嗯，这个对，就是北京或者中央的这个文艺汇演，对各省区是个带动。嗯，各省区呢，实际上是对各州啊、各县呢，同样也是个带动。你说的对的，这、我可以作证。嗯，因为从第三届到这个第4届这个当中5年当中，实际上我们每年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各地区都有新作出现。实际上第三届的时候就已经起了作用，第四届呢，现在有的这节目呢，实际上也是在过程当中，它不是说今天看到的是一个结果，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们体现了这自信。对，因为这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没错，并没有终点。对，大家每个人其实都在集思广益，看怎么样才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留我们的这种传统文化。对，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要评奖嘛，要评奖，大家都要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最有民族特色的东西拿出来，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的户外，还有一些很多的民间的歌舞，不断的挖掘，没错，舞蹈形式啊，包括这个包括戏剧，我们的戏剧也有很多非常精彩的民族戏剧。我们往往有的时候做的那些节目很容易没有自己的特点，老是跟外来的东西学就完了，可是他们呢最重要的是要挖掘自己本地区和本民族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又要创新，还得被大家承认，这个我深深体会这当中的不容易。这个潘先生讲的这个非常重要，我们有一个基本这个理念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中华民族是个大家庭，少数民族的文艺是整个中华民族文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少数民族这个文艺呢又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资源，没错，可以说弥足珍贵丰厚，非常丰富，大事，非常丰富，通过挖掘这些文化资源，实际上对我们整个的国家的文艺啊也是个很好的推动。对，其实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在保护传承发扬上我们做的努力了，就我们也看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好像这种繁荣的势头随着少数民族的更多的艺术被发掘，好像这种希望感越来越强了，没错，而且这种速度越来越快了。对对对，大家好像有那种内心的迫切感，希望能更多的发现这些珍贵的东西。对，因为这个呢和我们整体的国家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或对少数民族文艺的政策也是相关的，因为对民族地区大家都知道的要扶持发展，对少数民族文艺也是扶持发展的政策。对，因为这个在2009年国务院出台一个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这个实际上对各地都有很大的推动，因为这里边提出了很多新的措施，也有很多新的理念，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这各个地区它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要双轮推动共同发展。所以我们不仅仅看到了这41台剧目，看到了92场非常精彩的演出，这更多的是我们通过这种文艺汇演的方式来保留的，不仅仅是民族的艺术特点，更多的是这个民族的历史人文文化当中最有希望感还有最有精神的地方。我们不着急，我们慢慢来，我们慢慢的采撷这些闪光点，然后我们会看到非常光彩的民族大团结和大和谐。也特别谢谢赞助主任今天做客了我们文化视点，也谢谢潘老师，谢谢在座的各位朋友们，感谢收看文化视点，我是王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